那一段总是第二句的时候会上不来气，就那两句容易出毛病。如梦似幻，神秘东来，神秘东来，神秘东来，神秘东。前面感觉好很多，后面稍微放的部分应该 balance 再好一点。再来一次吧，姐。今天还不错，比上次好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，应该还可以更好。希望我舞台上比这个发挥的更好。因为要唱。呀呼！然后今天已经结束了。简简单单的总结一下，今天就是，我觉得心情还是能够决定一切的。然后，节目马上开始了，给自己加油打个气。还是希望自己能在这个节目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，希望下次我自己能给我自己一个惊喜，然后也将来能够看到我的人一些惊喜。拜拜，这里提前跟大家说一句新年快乐吧，因为我不知道新年的时候我在哪，有可能是在录制，所以说给大家拜个早年。看我们发现了什么？哦，一头猪！经过短短10天的训练，我已经不惧怕镜头了。现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浩。然后今天，进行了第一次的线下粉丝见面会。从我们排队下楼的时候，就楼梯刚下去，我以为粉丝们都在外面，但是一下去，大厅里都有一堆人在举着手机对着我们拍，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吓懵了的。然后出去到外面的时候，我天哪，那个人更多。然后怎么说，感觉倒也没有特别紧张，就是很新奇、很刺激又很好玩的一个体验。然后。整理下来的感觉就是觉得今天蛮有意思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浩，很长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，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虽然我在 Boys Friendly 的舞台上结束了这次的旅程，但是呢，我在舞台上以及舞台下也学习到了很多珍贵的经验，同时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，然后非常感谢所有 Star Creator 对我的支持，以及 Star Master 对我的帮助。然后我想告诉大家，这只是我人生篇章的开始，所以说以后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。我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以更优秀的自己和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。最后祝大家可以每天开心快乐，拜拜。